晴空课。太小了，一般的啊，哦，一般啊。你要迎风飘吗？就是。有了，你看。他应该搞到一般了。不算好骗。我打啊！红方北鹤啊！喂！阿姨连。啊！明明，你弟弟威胁我。摇影机行路，喝咖啡去环游世界。这个，谢谢。拿到我们拿七张，你就是多少的？挨着你放一吧。那如果你背一把了，好吧。那个我们可以。那话，我们必然买两块钱。那我要给瑞买。今年你给赚多少钱？